哎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啊！今天就是下午了。各位朋友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！进来的朋友记得把大力的分享。然后我这边也开始要下大雨，等一下如果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话，你们给我知道一下，那我尽量用我丹田之气将运出来给你们 ，OK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是有风还是没有风？哦，有风，现在风很大。来，进来的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两道菜。哦哟，反正我只话来到成一港水，好硬实开啊。你跟我家来，我等下入来。嗨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 ，OK。想念我吗？Queenie Choi 是不是很想我嘞？我教你们一个，想我的时候可以以解相思的，以解将相思之苦的，就是看回我的重播，啊，看回我重播，你们就可以稍微解一解相思之苦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这道两道菜，一道呢就是胡椒酸辣汤，然后呢。另外一道就是芋头饭，而这个芋头饭呢是比较传统味的。今天这芋头饭呢，我说这芋头饭是怎样，就是以前的人他们都忙着做工，它是很传统的一道福建菜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些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传统就是古时候的人家，他们要吃饭，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又三菜一汤，然后又煮饭，因为他们要到田里面耕种嘛，那他们就只有把所有的那些材料丢在一包里面直接煮熟，那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也就是你注意看，在福建菜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，有什么姜饭啦、蚵饭啦、挂菜饭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呢？那就是因为这些种植的东西啊，他们会生产，当一生产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处理，那就唯有大量的使用它，快一点让它用完。就比如讲说芥菜饭，应该华语是叫芥菜饭啊，芥菜饭啊，他们在丰收的时候他们就煮，芋头丰收的时候他们又煮， OK， 就有了这些咸饭的由来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记得往大大力的分享。好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没有小助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们先做这个芋头饭。芋头饭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呢？要准备芋头啦，准备花肉啦，跟米哦，然后配料就有虾米。配料有虾米、蒜头、洋葱，就是这样子简单。那芋头呢，我们要选松一点的。然后今天我的这个芋头呢，我就是那天我们用生的啦，然后我就来改刀 ，OK。来，笑好，笑好。然后你们的 comment 我会尽量去看啊，因为今天没有小助理，然后你们就给一点耐心，如果我没有回答的。几十交几道作业餐要传统的 ，OK， 不要放盐巴的。小妹，我老婆预产期5月22号，那我会陆陆续续在5月22号，基本上我每天都会煮月子餐给她了。那我会，录做 video share 给你们 ，OK， 明白吗？从早餐、午餐。下午茶、点心到晚餐到甜品了 ，OK。如果我会的话啦，我尽量教咯，尽量我能够煮多少我煮多少。然后这个芋头呢，我就会把它改刀。那改到什么样的情况？那就是尽量改大它，不要太小，因为如果你改到太小的话哦，吃不到它的松啊，那松香味就没有 ，OK。一定要改大它啦，然后这些我的这些芋头
也就是我们之前用剩的，然后我就拿来用掉它，就不要浪费嘛。OK， 那你们要用新鲜的芋头，你们喜欢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是想说我们就反正我放这也是放这，我就拿来用掉它。好，芋头改造了过后。芋头改刀，然后我们过后这米我已经洗好了的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些蒜头切碎它。明天去男人渔夫那边表演是吗？李培林是是是，因为他的那个 agent 要啊， agent 要讲说要 challenge 我嘞，他讲我准备一箱东西给你，然后你来，你就叫我临场表现咯，所以我明天会一直人一直是什么消失在荧幕，我一开箱了看它是什么材料我就煮什么了 ，OK 吗？啊，明天你们七点记得要留守我的这个直播，可是不是在谢白问这边直播，是在男人渔夫那一边 ，OK？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准备什么东西给我了，然后明天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捞亏捞啊亏口啊。希望我是不会的，那如果说真的是我煮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诬告我，知道吗？你们快在后面那边讲说现在可以这样子煮啊，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煮，不然呢、啊、等一下我真的漏到满裤，我也不知道他准备什么给我，我问他他又不要跟我讲了。二月四号嘞，没机会了，可以提早交吗？什么你啊，小妹，你讲的是四月二号是吗？四月二号啊，你的月子餐，你四月二号卸货啊？你是自己父母妈妈帮你作业还是请作业婆？来 ，OK， 这边因为小妹讲说她要生了，那我就会教偶尔穿插几道那月子餐啊，那最重要我们在月子做月子的时候尽量不要盐不要酱油，然后我们要怎样去煮这些东西，第一妈妈本身一定要尽量吃清淡，尽量吃清淡，然后要留什么去留汤骨，尽量去猪肉档留新鲜的汤骨来 frozen 这汤，然后任何东西我们都用高汤，用汤骨来熬成高汤，然后炒菜什么我们都用这高汤，变成你吃起来就味道没有这样寡。 OK 明白吗小妹？然后呢我安排看一下几道作业餐我再send给你好不好，或者你 inbox 我。 OK What did you write 二本事哦，二本事是 OK 一是说一可能是说一四个里头生囝了。好，那我们呢这些我们就是把它切到它碎碎 OK， 把它切粒了，就是改紧致刀，把整粒给它改成紧致刀，改紧致刀，然后呢我们才这样子，这样它就直接变成粒了，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有一些问我说哎，这个东西是怎么弄，来我把镜头拉近一点来，来来来，没有吃到我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OK， 亲爱的朋友记得要帮我大力的分享 OK，这样哇，今天的那个雨神很多嘞，苍蝇很多嘞，哎，哇，那我们要怎样去切这个小洋葱？来，传统菜是很简单的，重点就是我们的葱蒜一定要够。那我打酱我就直接改酱嘛，那我把它放站起来，我又再跟回刚才的。然后留它后面一小节，不要切断它，
牛腩后面小节，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它是紧紧致刀的。你们看到吗？我不知道我的电话画质 O 不 OK？OK 吗？这样子，你看我已经开这样子，开这样子，打很打直好的，所以你一切的时候，它就全部，哎。啊，不会啦，我盐水芹菜什么有都甘了的啦。盐水芹菜是香的。哈哈哈，要滴水的。够不？够，这盐水。哎，这讲芹菜的，讲这个盐水。哦，啊哈，这盐水。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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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把它继续这样一直改啦。边看边煮一分享，谢谢，边看边煮，太血真太太。来，然后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那个 Chef Ivan Tan 的艾文厨房交流群，你们可以点击这个 link， 李宏 share 的这个 link。啊，你们可以到里面，啊，互相交流咯，交功课啊，然后就是非公开的。然后有时候你们煮东西，我教的菜可能直播讲的不够清楚，然后你们煮出来味道又不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在里面 po 小照片在那边问一问。然后里面有很多大哥大姐，全部都是很厉害的，在里面，他们都可以教的。啊，高手在哪里？高手在群组里面。很厉害的高手，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你的米怎么是晚上？因为我的是糙米，你不是半夜才煮，为什么今天这样早煮？啊，因为今天想要早一点哦，不然半夜啊吃到我的体重一直往上飙啊，然后煮了又没有人吃我。偶尔一下宵夜 OK 啦，每天这样子我真的不行哎，这个是长期作战的嘞。每天这样子开播教你们，然后半夜吃了就睡觉，吃了就睡觉，然后你们就一直看着我的身体是往上发展，往上发展，所以这样有点不好啦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过后呢，我们就要做炒米的动作，然后你们一定要留守到最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煮芋头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呢？遇到米心煮不透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就教你们这个方式，米心绝对一定煮得透的，100%煮得透。 OK， 我们把镜头move回来这边。啊，好，开锅，开火，然后我会先把那个，我会先把芋头先拉一拉油，拉香它，拉熟它。一定要做这个动作。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呢，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，芋头饭有点香的。芋头饭它的秘诀就是芋头要先拉油，芋头不拉油做了肯定白做。来，我看一下，这里line不好，一直卡住。来，你们会看会卡吗？因为我这边看是不会卡啦。然后群主也会分享直播，群主我们也会分享直播，然后这个群主呢，有时候你们收不到通知，群主那边可以 backup 着，也有直播 ，OK。好，还有就是进入群主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进入群主的条件就是管理员他们会去审核，第一要是真人头像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你要必须要share过我的直播，这样的话才
可以让你进去啊。所以有不砍，大家 OK， 大家都不会砍，如果卡的你们可以出去再进来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油温给它去到200度左右，然后把这个芋头放下去炸一炸它。我们炸香它。好，大家都说不会卡 ，OK。Chef 今天没墨，这么没有墨呢 ？Cherry 哦，南瓜就把芋头换成南瓜就好啦。来。分享了，分享了，好。Caroline 分享了，可是有好几次都没得进，为什么没有得进呢？啊，娜娜、李红帮我看一看好不好？这个 Caroline 他说没有得进，因为刚下雨一直卡卡，我这边也是要下雨，如果煮到一半下大雨的话，我这边也可能会蒙掉，我的脸会被马赛克掉，然后也是会卡啦。我现在是还没有下雨，每个朋友们尽量把我分享出去好不好？啊，把那个气氛炒起来 ，hot 起来，哈！啊，来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炸，这样你们就不要像我这样颠锅啦，这个动作很危险的，是讲说我们已经颠习惯了，我们就 OK 的，那你们没有颠习惯的就不要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炸？这样子炸呢？它的芋头会更加的香脆，啊，然后煮出来它会更加的松软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炸它，炸到它够火。Yam rice with my favorite. Oh, Doreen, wow, Doreen, long time no see 啊。然后 request 有没有得进的？你们可以。inbox 娜娜一下咯，还好这个群主有娜娜帮我跟李红帮我在管理啊，不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打理这个群主。你们真的要谢谢李红哎，还有娜娜哎。来，进来的朋友每个人帮我大大力的分享好不好？大大力的分享。每个人帮我分享三次啦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帮我分享三次，然后我们这个好了过后，我们就给它倒出来。哎呦 ，OK， 哎呦，好，把芋头炸香了，倒出来，然后开始爆猪油啦，那。我的猪油已经是爆好了的，我就不再爆了，不然每次都是表演这一招有一点闷。OK， 那猪油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这样炒一炒，炒香它。记得这个是算是油饭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有一点什么呢？一点油，油要够，煮出来它才会滑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先，明白。来，好，油热，虾米倒下去，炒一炒，快速翻炒，把那虾米爆到它香香，啊，茶盖汤汤，然后洋葱倒下去，炒到它香香，炒到它香香。哇、wow, ，传统菜啊，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姜葱蒜一定要够。啊，老师傅都说，葱蒜姜葱蒜一定要走前面的。这个煮出来就叫做够味啊。再煮着啊。哎呀，这么一个人不敢在外面。不会怕的啦，在自己家嘛。
然后我们把酸桃酸梅倒下去，来，我们倒下去，然后就炒一炒它，要炒到它金黄色，炒到它香都香香。啊，福建话的茶可以香杠杠杠杠香，钓就为了吃鸡香香就对了。就广东话就叫爆到佢香啊，爆香佢。那我们就是一定要给一点耐心去爆香它。好，那我们爆香了过后，一定要爆香啊，不要爆到不香，不香就完蛋了。OK。好，爆到它香的时候，我们五花肉就倒下去，然后快速翻炒。为什么要叫五花肉下去炒呢？因为五花肉本身它有油脂，那我们这样炒一炒，它的油会出来，所以当我们吃的时候它不会这样腻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这样在炒的时候啊，等一下那米饭一倒下去，那米饭又可以吸到那些足够的油脂啊，米饭它又会更加的 Q 弹。Oh my god！ 朋友们，我没有骗你的，绝对是好吃的。哎、啊，我们就这样子炒。谢了，谢谢。请问鲫鱼要怎么煮？什么是叫鲫鱼？南小燕，鲫鱼是什么？鲑鱼啊。黑色，今天这么早啊？哎，因为今天晚上有事情做，所以我今天尽量早一点直播、哦。OK， 我今天早一点直播咯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我也要调一调我直播的时间啦，因为如果我没有调一调我直播的时间呢，你们又不知道我几时直播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我一直在深夜食堂，每天深夜食堂啊，深夜食堂多半年的话，我应该会变成一个肥肥的那厨师了。好，炒到它出油的时候，我们的米饭倒下去。啊，一起炒。然后把米饭要炒到它半生熟。分享了，谢谢谢谢，嗨。Connie， 笑好，好，那我们先这样去炒它，炒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调味。我这边是四碗米啊，四杯米，就是大概八人份啊，我炒八人份的 ，OK。然后鸡精粉一茶匙半，香菇粉一茶匙半，然后糖少许，比如糖少许，不要太多，糖只是去中和它的味道而已的 ，OK。然后五香粉也是少许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罢了。五香粉真的，你们看，真的一点点罢了。不要放太多 ，OK， 因为不然它吃起来都是胡椒粉的味道，就是叫坏掉了。然后接下来胡椒粉，半茶匙，啊，有，然后。炒，慢慢火炒，不要这样紧张，不要三度咖喱阿爸奔马索，半电半锅就完蛋了，慢慢炒，炒香哈，然后酱油，大概是我这个的分量大概是一汤匙，喝汤汤匙啊，一汤匙，蚝油，
一盘壳。好，有一盘壳。OK。好，有一汤匙，酱油一汤匙，然后继续炒，然后接下来就是，啊，传统的福建菜来了，一定要炒得黑黑的，如果炒不黑不好吃。好，哇哦！会写，好香哦，真的太香了，不够黑，我们就再加。啊，再加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再炒，然后煎中在炒的时候，我们怕它粘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加一点水下去哦，看了整锅就加一点水下去，因为我要炒到它的米半生熟，啊，炒到它米半生熟，然后呢，我们试味道，哦，好，不要太咸，也不要太淡，就是这样刚刚好味道 ，OK。然后我们就拿饭锅，电饭锅，我把这个倒进去，哎呦，香啊！啊，我们把它倒，我挂一挂，拿电那饭锅干呢。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它挂下去，我这不是 plastic 的，我这是细胶的，细胶是耐热的 ，OK。那你们不要用这个也可以啦，反正重点是要挂它干净，跟它的油一起放下去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放好了过后，一头放上去，倒进去里面 ，OK， 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下水。我刚才说我是四杯米嘛，那我就四杯水，一、二、三。那我记住是三杯了吗？哼，来试，好。四杯米基本上是 OK 了，可是因为我的那个米是糙米，我会加多半杯，然后任何人煮芋头饭都好，请你们加多半杯水。为什么？芋头会吸水，那如果你的芋头没有放，你没有加水给芋头吸的话，等下芋头一吸干那个水，你的饭就煮到米心不透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哈哈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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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宝珠瑞明，知道了吗？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拿去煮一煮 ，OK。然后我们就是放进电饭煲这样煮罢了。明白吗？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准备下一道菜。因为我们在吃芋头饭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哪端有？哪端有？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吃多会腻。那我们为了解腻，我就再煮了一道酸辣汤。啊，这个酸辣汤是胡椒酸辣汤，这个也是在中国国宴上一定会看到的。这个他们说酸不见醋，辣不见椒，我们没有放辣椒，可是我们都可以吃到辣。啊，那是什么
不放辣椒怎样吃到辣？我们就放胡椒啦。OK， 好，按掉那快点，要帅一点。好，哎呦，掉。好，哎，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们需今天酸辣汤需要准备的材料啊。好，我们需要准备酸菜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咸菜啦。咸菜、白胡椒粒，然后咸水莓，那这咸水莓我们拿才下。还有就是你们要放肉也好，你们要放海鲜也好，我今天放虾，还有放马道。那我们先做熬汤的部分 ，OK？ 来，干锅下胡椒，啊，把胡椒先炒香它 ，OK？ 干锅炒胡椒。好，谢谢 Kim， 谢谢你，腌的菜，对呀、啊，对什么？什么东西对呀、啊？对，这个汤很开胃的，非常开胃。那我们炒到什么程度呢？稍微红一红，炒一炒，你就闻到那胡椒味出来。那胡椒味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那我们就把它来拍开它 ，OK。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的这个锅，我们就下水。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超简单的，今天这一道菜。然后我等一下才回复你们 comment， OK？ 想要问问题的，你们可以先打上来，我等一下我才一一的去回复。因为今天没有助理，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跟你们互动啊，对不起啊，各位。Sorry 啊 ，very sorry 啊 ，OK， 来，这白胡椒粒，开胃汤来了，对，这个锅里开胃，谢谢分享，来，好，买莫，啊，够么个收掉诶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把这个，要惊一下，拍你们在拍胡椒的时候，你们要讲回避啊，回避竖镜，拍下去。那如果你们有那钟的，拿一钟也可以啦。OK， 然后不要一次过拍太多，不然等下那胡椒粒。跑到整个厨房每个角落都是，我们一拍下去啊，就大概就是给它全部一咖喱、沙杜咖喱、韩卓斯咖喱啊，拍了我就下锅了的 ，OK。好，想要吃辣一点就可以放多一点啦。这道菜是够开胃啊，很开胃的。Winston， 您好，笑好，直播。啊，我的爱人去直播嘞，他在麦飞顺底下那边直播，他直播卖衣服，我直播教徒。现在他的水开始滚了，我一点没有办法说话。关小火，受不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放下去滚呢。哇，
酸菜，也就是咸菜啦，咸菜放一些下去，然后咸菜水我们倒一些进去 ，OK。来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汤，我们就这样子放它去滚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会放什么呢？会放一些咸水莓，知道什么叫咸水莓吗？水莓啊，水莓。然后你们买水莓的时候啊，尽量选它的颜色是浅一点的，越浅它就越酸，越深它就越咸。OK， 明白吗？哎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它的味道出来啊，等一下就是酸酸辣辣，非常非常的特别解腻。OK。水可以放多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熬汤的，熬汤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放什么？我们就是放它下去熬，然后芹菜，这个芹菜啊，叶子我们会拿起来，然后芹菜梗下去熬，啊，叶子拿起来，然后芹菜梗我们就放，这个芹菜梗呢、啊？这不是芫荽啊，不是臭菜，这是芹菜 ，OK。这我们给它拿起来，这个我们给它拿起来，来，出黑个白刀个叫来，嘿，好。芹菜一颗，然后芹菜叶拿起来，剩下芹菜梗拍拍了丢下去，一起熬汤啊，味道很特别，是不是？芹菜梗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香菇粉就是这样而已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然后呢，稍微这样滚一滚的过后，我们就试味道了。味道不够，味道不够，酸菜汁不够，那咸菜水啊，咸菜水不够，再加一点，水没不够，再加一点，水没的汁了，啊，好，再加一点，好，闻是很辣，试了没有这样辣，不过这个胡椒很有出味，因为毕竟是刚刚爆的嘛。来，啊，就是这味道，哦，加饭加饭，一定加芋头饭了的，然后盖住，让它慢慢熬汤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在改刀了，来嘞。那进来的朋友记得要帮我大大力的分享哦，让更多人学会这一道菜 ，OK？ 那我今天我放的就是这个麦刀啦，麦刀跟虾，我煮成海鲜了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就是切薄片，开斜刀切，开斜刀，不要。不要打直啊，然后切薄它，不能切太厚，我们切薄它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切呢？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切的时候，人家煮吃起来就不会这样味重啊，不会这样好像 plastic 这样啊，麦刀手动啊，你没有切小它，等一下
口感好像吃 plastic 这样就完蛋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这样子慢慢切。然后虾你们要用虾球也可以，那如果你们不想的话，你们要放猪肉啊、五花肉啊也可以，又或者是内脏啊、猪内脏啊来煮这道菜也可以，只是我觉得海鲜是比较搭配啦。 OK， 好，我来回复你们的问题。谢谢分享。看一下，哇，因为我这边看不到旁边，等一下。好，谢谢分享。然后进来的朋友，我们有一个爱文厨房交流群，是白文丹的食谱交流群，你们可以到里面啊，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你们的那些我教的这些菜啦。因为我教了，每个人煮出来的 pattern 都有点不一样，可能一些人煮了，哎，怎么我煮了会超搭？你们可以在群里面互相学习交流啊，这样是一个很好的，然后可以交功课啊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啊，这样子哈。我先去洗一洗布 ，OK。好，朋友们，来了，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哦，对，你们进群的时候，他们管理员会去审核一下的，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有在分享我的直播，是不是有在 follow 着我，然后一定是不是人头像真人的户口，因为我们之前 approve 到太多太多那种假账号进来，然后严重的影响了整个群组里面的一些规则。那你们一定要公开分享过我的直播，看了他们审核过才会让你们进来，确定你们是真的有在公开分享我的直播的。 OK， 宽菜也一样煮吗？什么叫宽菜 Irene？汤类不需要加汤类，苏珍妮有，我的汤里面我等一下要加海鲜，我有加海鲜啊，我等一下才加 ，OK， 因为还没有好啊，我们要先熬一熬它的汤，让它更加出味。咸菜叶汤啊，咸菜叶汤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啊，更加的惹味咯，有别于传统的那咸菜叶汤。哇，这味道真的是一流哦，朋友们，你们会停不下来啊，这真的，你们用这种方式去煮这道菜啊，一流，真的是一流。我们先熬一熬，让它的味道更加醋了过后啊，配起芋头饭也好，芥菜饭也好，它的你会越吃越想吃啊，它整个味道的层次感就是酸酸辣辣这样子，然后它的辣又不是那种辣椒的辣，它就是胡椒味的辣。哇，这个结合是真的是完美的。可是呢，等一下为什么我要熬，我熬到它出完味了，我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拿掉，剩下汤跟酸菜而已。就是人家吃下去，哎，这味道怎么是那么特别啊？啊，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国宴上会有这一句话？酸不见醋，辣不见椒。然后它的酸不是放白醋的酸，它而是放那种咸菜的酸。酸菜的酸啊 ，Olivia 可以啊，可以放鱼肉哦。哇，
可以放金针菇，你们要放什么都可以，你们要放什么食材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哇哦，太赞了，这道菜真的是你们一定要做出来，不做出来是真的对不起我。我只是在现在材料还没有放，我试量那味道我都受不了了，啊！好，我去看一下那个饭剩多久。可以怎么 OK？ 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教这边这两道菜有什么疑问？第一道就是芋头饭，第二道呢就是这个酸辣汤。这两道菜真的是绝配，拿去做生意一定包的。哦，林晨毅，这汤是喝清汤的，它不是浓汤，不要去勾芡，它就好像平时的那种喝汤嘛，它是汤来的，它不是汁哦。Singaporean can join can Jennifer Ann, why not? 聪明，讲着谁聪明？讲着我吗？妹，丹妹，咸菜鸭汤我都没有教过，没有食谱哦。看你四位都流口水，可是这个是真的是很 good 的。哇，加水豆腐也可以，没有问题的，你们要怎样加什么东西都可以 ，OK？ 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移过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那这些，我们熬有15分钟了过后，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要了，留咸菜，留几根咸菜给它就好了 ，OK？ 我们把它捞起来。然后留一点咸菜在里面就好了，就是吃到胡椒味却看不到胡椒的踪，那个什么踪影啊！来，人家一直以为看是以为是咸菜汤，其实它不是。嗯，咸菜有味道。其实这些汤你可以再继续熬了，熬它胡椒的味道出更加多，只是想说时间上的关系我就不熬了啦。哎呦，哇，真的这个汤不是好料啊，是够力好料啊。好，我来喝看。顿时心情好了起来，呵呵。好，那我们汤捞干净了，把咸菜放回去，把我们海鲜放下去，虾啦，麦刀啦，可是麦刀是最后啦，虾下去给它滚一滚。通常我的虾是下去滚一个三五分钟啊，不是滚三五分钟，下去一个三五分钟，我才下麦刀就关火了。哇，这汤喝了真的停不了嘞。哇，太赞了！对，今晚特别早，因为晚上我有东西做，哎，记得今晚特别早，明天晚上7点，可是我会分享在我主页，不是在谢白文这边直播，我会在那个男人渔夫那边接受他们的挑战。好，水滚了，把麦刀倒下去。关火，
搅一搅它，香菜丢一些下去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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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芹菜，芹菜不是香菜。朋友们，这道菜完美到没有朋友啊 ！Oh my god！ 这道菜就这样子简单而已。然后那个饭等煮好了，我会拍照上传，好不好？哇，因为这道菜要先吃的，不然我等下吃吃下才能给我吃完呢。饭都还没有好。可以可以，哇肖楠楠，你讲这种话，我的个性哦，我不会拍照，我拍照很厉害的嘞，我拍照还以前拿过冠军的嘞。然后拍到哪冠军？三个参赛者，两个没有去，剩我一个冠军。哎呦！贝蒂咖啡酱，分享在自己的主页公开就可以了。贝蒂，这个可以拿去做生意了，这道菜很好吃。好。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再见啦，拜拜。你看，拜拜了还要我自己去关，这声就对了。好，大家，拜拜喽，拜拜拜拜。